嘟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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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哒嘟嘟嘟啊嘟哒嘟哒嘟嘟嘟哒嘟。喜欢我的这个工作的。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想拍一期和我一起去上班的 vlog。现在已经是早上八点钟了，就让我们赶快出门吧。哇，我现在发现就是纹眉还有接了个眼睫毛真的就是打工人的救星，早晨真的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还要再纠结一下，我到底今天是吃泡芙呢还是我买个肯德基的早餐吃。噔噔，还是买了肯德基啊。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就非常的阴，然后还有时候会飘点雨这样子。反正在这个天气走在路上，就是会感觉自己身上很容易出汗，而且就是很容易变得非常的黏糊糊的。 I play with all my calluses, it's just my latest nervous tick. Come bear my life to all my friends, it don't hold up like I wish it did.Got something in my contact lens. It might be making my eyes twitch when I feel like I'm not enough. Looking around, I wonder who does everybody else gotta figure it out? Does anybody else do a thing it does?这个是我前几天在淘宝上买的皮头，非常可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幅画里面的，是不是超级可爱？这三个就是我们最近新弄的户外的装置艺术作品，是根据《明日之谜》这个儿童展衍生出来的，就是三个图腾，在那个儿童展里面有三个，然后现在是户外也摆了三个，都有不同的意思。这个叫自然，好像还有城市什么的。芒种无夏，它的外形灵感来源于盛夏时节盛开的白兰花，清新雅致。小鼠红梅，外形就像一个饱满多汁的杨梅，可开卫生巾。最后一款是大鼠白果，选用清爽的荔枝搭配有底蕴的老白茶，外形就像一个饱满水灵的荔枝，请您慢用哦。我们先来吃小鼠红果熟三入三伏。现在还没入三伏天，下周好像入三伏天。酸酸甜甜。我们还点了他这边的一个秋季甜品，叫柚子酪，因为柚子它是在秋天丰收的嘛，然后上面撒了一些开心果碎。这个是黑松露炒野菌，就我们点了个咸的，想要和其他的甜品中和一下。立夏小满，然后就芒种。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大小暑大暑，这也好香，都好吃。嗯，王夏最喜欢的有排名，情绪排名，夏至。不是，对。我们现在要去看电影《消失的她》。这部电影就一直很火嘛，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去看，所以今天就正好有时间，就去看一看，就一起去恐怖一下。吃好下午茶。对。去看电影。但其实，幸运的答案就在我们自己手里。他买了一个小桶爆米花。看看这双手。
上次吃了一个辣椒蟹，这次尝试一下他家的黑胡椒蟹。我觉得好像辣椒蟹好吃。我觉得看完消失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要去泰国旅游。我你看了这个吓人，突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都市传说。就光说那个更衣室，哇，那个畸形秀太吓人了。大家好，今天我来站好学联的最后一个班，就是来主持一下上海场的新生见面会。就是去年我们不是也有新生见面会吗？但是去年其实就是线上的，所以就一直觉得有点遗憾，没有线下就是来主持。今年就是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然后我们今年的这个场地就是在四行仓库这边。哦，这里打卡的人好多。电影《八佰》它的那个背景就是四行仓库保卫战吧。我们后来也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来这边也参观过一次，然后它也是一个抗战纪念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那个新生见面会就是在里面的一个演播厅举行。小狮子们，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用宝贵的周末时间来参加我们上海场的线下新生见面会。我就是本场见面会的主持人，然后我是今年五月刚从 TC 的游戏设计专业毕业。除了我以外呢，还有各大非常美丽和帅气的学长学姐们隐藏在我们的现场，到特定环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跟大家见面。哥伦比亚大学的英文正式名称是第一个 Columbia University， 第二个 University of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Queens College。 王者封关了，对，王者首集，这是集齐了，你比灭霸还牛。Hello， 大家好，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从我起床到现在外面一直都在下雨。不过我们今天我们美术馆有一个新展的开幕，所以就是还要打扮的比较的正式一些。我现在正在这边急速化妆当中。昨天我们因为这个展览加班到了非常晚的时间，我昨天是9点多钟离开公司的，我离开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没有离开。今天还要到带导览，这个是我入职以来的第一次带导览，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小小的紧张的。虽然说这个工作就是也是挺累的，因为昨天就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坐下来过，就一直在忙来忙去，忙完一个即将要开的课程，然后就开始忙开幕式。但是呢，我觉得它也能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成就感，因为你的看到的结果是就是非常及时的一个反馈。你做得好的话，就是观众啊还有别的人他就是会给你一种非常及时的那种正反馈，然后你自己看到你的成果的时候你也会感到非常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就也蛮不错的。至少目前来看的话，我还是非常喜欢我的这个工作的。Got nothing in my pocket but a dollar to spend. Got your music in my phone.